喂喂喂，叫做枪击嘛。哎，华夏国安村，这拢正港传统的吼。到南地布加金西团，当然嘛非常感谢吼，啊咱的赞助机关，包括着咱文建会也好，咱教育部也好，新闻局也好，体育也好，咱县政府也好，啊加咱主办的咱第一代铁路加台湾省人赛协会，拢非常感谢各位，啊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鼓声。有你来跑车，是阮继续打拼的原动力。啊，今仔这个天气，真好的天气。啊，也希望各位吼，我昨嘛一直强调，跑车拍愈大，拍愈响。金门西埔绝对满处听。而且我拄仔嘛有讲过，人也要活，就爱振动吼，要活就要动。所以咱跑车拍哦较大声咧，查甫的拍起来。绝对更加勇敢，吃百二，查某的拍比我啊拍愈多，绝对更加妖娇美丽。啊，咱来自国内游客，大家好。代表着金木水火土，象征着咱各位看到咱这个节目以后，到今仔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来观赏咱2021年的艺展嘉年华以后，大家拢会当事事无在，不缺有去。如果各位那是再过几年更较赞，麻烦一下开一束啊，布置一束啊，来咱中埔七星平安桥，绝对欢迎各位大太。也请准备下一个就换你们哈，先跳两个舞马，啊把那个舞马掏给我，蒸两条哈。
一下，镇宁乡的种业团所有的人员，麻烦请到庙内吼，咱个一阵了就要给恁表演啦吼，啊，麻烦请所有的哦，咱镇宁乡的种业团来，所有的人员，哦，到庙内准备，谢谢，感恩多啦。